今天搭配的重点是水兵裤，那因为水兵裤是有点像制服延伸的概念，那它搭配就是白布鞋，就会有一些休闲比较轻松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娜，我是贝亚摩数位产品经理，我是巨蟹座，也是属于水象星座，需要跟不同的部门做沟通。所以其实我的穿着会比较偏向运动风。再加一点学院风进来的裙子，它就是属于比较学院风的风格。大家好，我是贝亚罗，时尚编辑 AD。 基本上我觉得土象星座就是非常的脚踏实地，沉稳的去面对工作，比较好穿脱，实用性高的就是裤装或保暖，起立蹲下都很方便，口袋的夹层等等。冰裤的话其实就有满足这些要点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浓浓广告部的 Angel。我本身是射手座，是火象星座的。因为其实火象星座个性比较急躁，所以在服装的搭配上，我希望可以挑选一些比较有设计感、比较利落的军装造型。在配件，我会选择像是大镜面的手表，或是比较有利落、比较设计感的金属的戒指。